自己特别麻木，忙不到哪一种程度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就是自己去感受那种自由的东西。躁动症，我青春没过好。不是我的。我现在没办法，我现在改行去做预制，所有的摄影单该推的都推掉了，半年没有收入。不能说肉体是堕落的，我觉得肉体很单纯。然后，还没打麻醉呢，医生就让我躺去那个手术室里，然后戴着手套去，因为我血块掉不下来，还掉不下来，他拿手进去把我抠。也许我在那么生活，然后那一年我妈给我找了一份工作，是驯马师。我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不愿意跟你共事，知道吗？你说好了啊，那现在就走，离开我。老子拿你死！奶骚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辛苦了。你再牛逼，你再他妈能装逼，在这个谎言沦陷的世界里，你他妈完了！不过人的命就是这样，就是给你推到哪儿，然后你自己走。